超级汽车。我是队长。我是二队长。我是三队长。出发！我有点害怕。要不我们的探险就到这里结束吧。有我在，你们别怕。雷克警长，我们在森林里看见怪物了。别着急，跟我说说那个怪物长什么样。那个怪物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它好像有八个，不，十个脑袋，还有五只眼睛，六条腿。天哪，森林里有个嘎吱怪，长了十个大脑袋，二十只眼睛，八十条腿。雷克警长，大家说的是真的吗？听起来好夸张呀。哦，嘎吱怪，看来我必须去调查一下。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机械剪刀手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找一找，嘎吱嘎吱找一找，十个脑袋八只脚，怪物怪物真奇妙。丢丢找一找，丢丢找一找，金锯树枝绕呀绕，怪物怪物没找到。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小心小心别摔跤，森林里面很危险。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嘎吱嘎吱出新料，跟着目标向前跑。住在这里吗？嘎吱嘎吱，你们别害怕，嘎吱嘎吱是我生锈啦，嘎吱嘎吱车轮转不动，嘎吱嘎吱我不是怪物。原来是汽车老爷爷，让我们帮你修理一下吧。谢谢你们，呵呵，我感觉自己年轻了十岁。不客气。好了，我的调查结果是，森林里根本没有嘎吱怪。嘎吱怪又来了。看来他才是嘎吱怪。外卖难题。面来喽，两位客人请慢用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呀。
当然了，这可是百年老店，从我爷爷的爷爷开始就是做面条的。这就叫美味面条哪里找，辽吉面馆味道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退钱。这位客人，请问出什么事儿了？哼，你们看，我点的面条竟然变成了这样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美食在眼前，我却吃不到。真是对不起，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处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呀！别着急，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。企鹅们住的地方实在太冷了。是啊，看来需要一个能保温的道具了。有了，这个任务就交给超级汽车吧。出租车妮娜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电子保温箱。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雪山雪山像座城堡，雪花雪花飘啊飘，雪人雪人挥手微笑，冰雪世界真奇妙。出租车啊蹦蹦跳跳，迎着风雪向前跑，出租车啊从不迷路，像冰淇淋，雪花雪花亮晶晶，雪人雪人有点淘气，冰雪世界真美丽。大货车啊车厢大大，所有货物都装下，大货车啊不怕辛苦，碰车车就到了。我们的面条在哪呢？面条当然是现做的才更好吃了。哇、面团面团拉一拉，面条面条长又长，浓汤浓汤咕噜噜，番茄萝卜蔬菜多，快来快来尝一尝，我的面条味道香，快来快来尝一尝，我的面条有营养。吃得真饱啊。再见了各位，下次想吃热腾腾的面条记得呼叫超级汽车哦。没错没错。冰企鹅大作战。Cool Yeah。 嘿嘿怎么样老板，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哇，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？用不着。
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气弹发射！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冻起来！嘿嘿，快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，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啊，要赶紧阻止它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超雷达警车，雷科！火箭赛车，旋风！地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！企鹅企鹅天上花呀，尖尖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喷泉，冻住花园，全都冻住，哎呀呀！春飞救援快快快，大大冰块撞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铁拳两分晕晕晕，警察全力冲冲冲，瞄着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。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吐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，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王困住你，挖掘机呀砰砰砰，冰墙倒下了，企鹅企鹅大喷嚏，安全困住了。气死我了，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。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花园大道。哇，公园里的花好漂亮呀。雪莉，我们一起和小花拍张照吧。好呀。哦，花儿怎么消失不见了？啊、哦哇，小花，让闻闻你香不香？怎么回事？小花们，来喝点水吧。有人把花都偷走了。啊，是谁呀？哈哈，是我，麦特博士。我要让整座城市的花都消失。去吧，我的鼹鼠车们。
来是你们在捣乱，可恶的鼹鼠车。我得想个好办法。有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发生大事了！我今天早上起床后，吃完早饭想去花园里散散步。妮娜，你快说重点。啊？哦，重点就是城市里的花都被鼹鼠车偷走了，我需要大家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消防车喷喷水，让我们把你抓到。大大胆子眼喷，对着东东挖呀挖。大大水泡快发射，对着东东喷呀喷。大大轮子跳高高，对着东东踩呀踩。小兔小兔变小跑，完美配合抓住你。哦，还有两辆鼹鼠车，继续行动。向下发射水炮弹，打水打水哗啦啦，小偷全被出出来。哈哈，可恶的鼹鼠车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哎，花园里少了好多花呀。没关系，让我们一起把花园变美吧。嗯嗯。海精灵的魔咒。嘿，你们在玩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给我看看。哇，真漂亮，我要了。让我玩玩。哎，蓝鱼公主，把它还给我们。不要，等我玩够了再还给你们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不要这么小气嘛。哼，你太霸道了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对待朋友。我要以海精灵的名义对你施下魔咒，玛丽格鲁鲁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现在魔咒生效了，再也不会有朋友了。天哪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谁来救救我呀？来自海底的求救信号，飞龙虎、凯西虎，我中了海精灵的魔咒，你们快来帮我！哦，好，超级。哥哥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魔咒呢，这次该出动哪辆超级汽车呢？让我想想，有了，救护车安琪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今天的惊喜道具是魔咒消消贴。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！人鱼公主，安琪，快帮帮我！我中了海精灵的魔咒。别担心，我带了许多魔咒消消贴。用哪张好呢？别看了，快点贴上吧。
哈哈，太好了，魔咒解除，我又有朋友啦！我的朋友你在哪？小海龟，小海龟找到啦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快走开！我不想和你做朋友。啊，一定是贴纸失效了，我要再贴一张。哦小丑鱼，小丑鱼找到啦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快走开！我不想和你做朋友。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朋友你在哪？大鲨鱼，大鲨鱼找到啦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快走开！我不想和你做朋友。不愿意跟你做朋友，是因为你太霸道了。好，人鱼公主，快去和朋友们道歉吧。找呀找呀找朋友，请你听我说一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原谅我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小海龟，小海龟，对不起，玩具玩具还给你。小丑鱼，小丑鱼。好朋友，好朋友在一起，欢欢笑笑好开心。安琪，谢谢你，我知道该怎么交朋友了。不客气，很高兴能帮助到你。游戏大闯关。这里新开了一家游戏体验馆，可惜我们没有门票。哎，不许动！哟，我宣布你们中奖了，可以免费体验我发明的游戏。耶，太幸运了！奇怪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怎么就中奖了？可能因为我长得可爱吧。欢迎进入游戏世界。哇！听好了，你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抵达终点才算通关。计时开始。出发！全都失败了，将会永远留在游戏世界里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嘟嘟车们，你们怎么了？我们被困在游戏世界了，只有通关才能救我们出去。超级汽车，有本事就来挑战吧！哈哈哈！哼，麦特博士真嚣张。别忘了，旋风也是个游戏高手哦，他一定能完成任务。赛车旋风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游戏眼睛。时空跑道，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无论是比赛还是游戏，我都是第一。全吃光。
车飞越跳得高，轰隆隆隆轰隆隆，完美通关了。你的时间可不多了。大球咕噜噜，快手嗷嗷呜，大腿晃晃晃，危险危险都躲开，加速勇敢闯，胜利在前方，与时间赛跑，终点终点到达。哦，旋风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这没什么，我可是游戏高手。麦特博士，你太过分了，怎么能把大家关在游戏里？哈哈哈哈，你们不懂，这样的游戏才更加精彩刺激。那就让你自己也来体验一下吧。什么？放我出去！超级汽车，快来救我！小心喷火车！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！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！哇，好酷啊！遇到火灾，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！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，他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小家伙们，我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喷火车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高迪，救救我们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老嘟嘟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，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背了火，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保护你，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，别想靠近，哦，现在安全了。啦啦啦啦，救护车帮助你，是谁受伤？全了，好，是时候消灭喷火车了。把
后退，向前冲，糟糕！哗啦啦啦，挡住大火，勇往直前，消灭它！交给我吧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！我的喷火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！真假洒水车。咕噜爷爷，早上好呀！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咕噜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咕噜爷爷。咕噜爷爷变得好奇怪呀、怎么回事？我的泡泡洒水车太厉害了，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！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咕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嗯。哦，怎么有两个咕噜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。嗯，要赶紧抓住他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水花呀花，汽车能转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！别担心，我来了，泡泡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了。救护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了。谢谢你。泡泡车别想跑，开雷达找啊找，一无底无找到了。站住！别跑！加量发射！不好，我的雷达撞坏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忙行长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泡泡车躲在大树下。嗯，怎么不见了？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找找右找找，泡泡车冒出小泡泡。被我发现了。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泡泡。泡泡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转出你。任务完成。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博物馆风波。哇，是霸王龙的化石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
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！我们好害怕呀！快跑呀！我来啦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！救救我！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。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。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。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掉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是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一群一群回来啦。水白洗。
兄弟们，前进！大家加把劲，穿过这片花园，再走过五条大街，我们就能到河边接水了。还有这么远，我走不动了。大家快看，那不就有水吗？哈哈，我们真是太幸运了。什么声音？哇，是洪水！洪水来了！救命！救命！哇，蚂蚁老大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遇到了洪水！天哪！需要赶快呼叫超级汽车。可是这次的任务该找谁呢？消防车高迪，还是救护车安琪？贝勒虎，听说我的朋友小蚂蚁们遇到了危险，让我去帮助他们。好，挖掘机库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的惊险道具是冲浪板，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洪水洪水哗啦啦啦啦，我快要坚持不住了！洪水洪水哗啦啦啦啦，我快要不能呼吸了。大家坚持住！哟吼吼，挖掘机来了，迎着风，脚下踏着浪。哟吼吼，挖掘机来了，快躲开，全部都躲开。在水里，全心交给我。哟吼哟吼吼，挖掘机来了，树叶飘呀飘，蘑菇摇呀摇。哟吼哟吼吼，挖掘机来了，我们得救啦！大家都没事吧？没事。快看，洪水消失了！真的！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蚂蚁们都得救了！太好了，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。我们已经查出了洪水发生的原因，是这个水管坏了，现在它已经被修好了。耶！洪水不会再来了，太棒了！又要去很远的地方装水了。愤怒的蜜蜂，甜呀！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麦嘟嘟，
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成功了。好多米萨。快跑。皮皮小心啊，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开心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火箭赛车，旋风，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，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飞呀飞呀飞，飞呀飞呀飞，是谁受伤了？看我的！别哭别乱动，我来帮助你，伤口不疼了，不疼了。把蜜蜂引开吧，没问题。一起吹蜜蜂，让蜜蜂跟我们来到安全地方。一起捉蜜蜂，把蜜蜂全困住，别让它们飞走。这些小家伙们好像不太听话。哟，我被困住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了，蜜蜂最喜欢花了。斑斑，我来救你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。来追我吧，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。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，车门快关上，我肚子嗡嗡嗡。哟吼，任务成功，快送他们回家吧。送回家了。不会是蜜蜂又来了吧？快跑！